，Islayu Islayu 大杰是你吗？啊，这是小杰打比多时黑化成的大杰啦。这几天让动漫迷暴动，为眼神轰动的猎人角色盲盒卡包，除了有经典主角群，还有超人气反派幻影旅团，以及隐藏角色大杰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猎人扑克牌包装盒及纸袋上也统统印有人气角色图样。因为这 IP 就是很怀念啊，想要拿卡片本身应该是跟那个新版猎人合作，但感觉旧版画的比较好。只是周三开卖要加价89元才能有机会拥有，官方已经先寄出300份全套卡册给网红们先开箱，却因为部分网红发言引发争议，使得麦当劳和网红们瞬间被延上。开箱表示猎人是卡通，将大杰误认是小杰的知名网红展荣，不到一天的时间也出面道歉。It's a you， 卡通跟动漫是不一样的，卡通是卡通。动漫是动漫，就跟展龙不是展瑞，展瑞不是展龙，给我忏悔。找来弟弟展瑞拍道歉影片，幽默自嘲，表示网友们的留言和建议他都有收到，谢谢给他宝贵的经验。另外之前笑称小杰长得很像原子小金刚，还拿珍珠美人鱼主角露雅与比斯吉对比。在 IG 上拥有62.5万粉丝的网红许瑞表示，对不起，没有做功课的情况下做了不妥的发言与回复。更有知名 YouTuber 陈燕婷不想引发争议，干脆把全套卡包捐出来让粉丝们抽奖。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，就即使没看猎人的也知道这个东西，所以其实以行销成果来说应该是超级成功的。为了抚平民众的相对剥夺感，麦当劳周一晚上也宣布预计要抽出100组全套角色卡和收藏册给粉丝们。猎人之乱持续延烧，衍生另类的行销声量，或许让麦当劳始料未及。 TVBS 新闻谢文祥、吕中宇台北采访报道。